谢龙介选立委，韩市长帮忙站台，第一次亮点找秃子汉子一起煎鱼肚、煮鱼汤。第二次韩国瑜在台上给谢龙介矮的抱抱。紧接着选前之夜，韩国瑜要跟龙盖森一起来关心渔民。尾鱼秀，会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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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韩国光，拜五，咱有两卖公正的鲨鱼秀，什么秀？尾鱼。啊，我们礼拜五有大尾。 哎，请大家来吃台湾上好吃的鲔。选前之夜，麻豆海埔池王府下午1点半，谢龙介说不谈政治，邀韩国瑜一起来尾鱼现切秀。除了享用尾鱼沙西米，另外他也提到渔港产值最高的经济物种鬼头刀，渔民找不到通路，只能拿来加工做饼干。鬼头刀还能做乖乖呢？啊，鬼头刀可以做乖乖？抓很多啊，所以很多没办法，你没有通路嘛？是。 那渔民就想办法嘛，加工厂做成乖乖嘛，很脆脆那个嘛。谢龙介选前之夜要三度跟韩国瑜大合体催选票，而前一天上午先找来国民党主席吴敦义、辅选扫街，对手民进党候选人郭国文则请来新竹市长林志坚南漂造势。不仅找来新南市长，郭国文下午还找来美女立委萧美琴。 连打新南美女牌，绿营招数进出，要跟蓝营谢龙介决战3-16。记者台南综合报道。